据泰媒报道，泰国男星珀什于11月16日在泰国的曼谷文华东方酒店迎娶了大3岁女友朱伊。照片中，推哥穿着白色西装，与新娘携手走着，二人甜蜜对视，画面十分唯美动人。婚礼现场也是纯白色系为主，两人终于修成正果，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啊。据悉，珀什曾主演《我要成为超级巨星》《逆袭之星途璀璨》等多部耳熟能详的作品。消息一出，网友纷纷呼喊：“心碎了一地啊！”当然，更多的还是祝福两人百年好合的，恭喜推哥啦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